中奖颁奖典礼即将展开，首次有主持妇女岛入围。对啊，我现在这样子就是哦，就吴珊如这样哦，卸掉就吴宗宪啊。吴宗宪却说不希望女儿得奖，背后有什么故事？入围金钟男主角的王传一，父亲是荣总名医，他接受台湾大搜索独家专访，自曝曾经遭绑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传一，这个礼拜六台湾大搜索期待与你见面。